完了，我之前学的越南语的你好，我忘记了，我现在来搜一下，学习。心跳，是吗？我有点不太确定，我来再学习。哎，没错。好吧，那个越南的莎莎他们，哇，这个地方好漂亮，好多人啊！谢谢越南的粉丝，而且他们中文说得很标准。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Ciao。新潮，对不对？新潮，新潮，